哎，老婆，切肉呢？咱今天吃啥呀？烤五花肉。咦，美的很嘛！你看给你买的啥？咦，翻花没翻？我一会儿给大家整一点。好，你看你一天卖这机器，一年能用几回？我就问你吃的时候嫌不嫌我买？吃的时候还是挺好用的。切片的五花肉放蚝油，料酒来一点，生抽、蜂蜜、盐，搅拌均匀。媳妇拿腰果和核桃干啥？打点烧烤料蘸五花肉，炒熟的坚果打碎，加白糖，加盐，孜然粉，辣椒面，白芝麻，搅拌均匀。媳妇好了没？我好饿呀。马上就好了。白花洗净，捏干水分，倒入面粉、盐，倒点油，不要太多。加个咱灌上油去。好嘞。拌匀，拌成一颗一颗这种状态，上气儿蒸8分钟。放蒜末、葱末、辣椒粉，泼热油。呀，太香了，媳妇儿，你再给我拌点老干妈进去。会吃。嘉哥吃饭。咦，媳妇儿，我的口水已经流下来了。咦，谢谢媳妇儿，老婆辛苦了。没事。嗯，太香了。这五花肉真不错。谢谢老婆。嗯，香。嗯，谢谢老婆。嗯，好吃。这个蘸料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，简直太好吃了。嗯，是吧，这麦饭一股大自然的味道。嗯，好香呀，这生抽配肉简直绝了。嗯